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芝。看，手里面提了个篮子，跟嫂子一起准备去山上。最近湖南不是时不时下两天雨，时不时下两天雨吗？所以我准备跟嫂子去山上捡谷子，看能不能捡得到。现在正是出谷子的时候，看有没有。我爸说这对面山上有，只能是去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找得到。就是对面这个山，看能不能找得到。是吧？可以吧？能吃？可以捡。哦，可以吃哎！好，我也来捡。那个上面那里也有。那比这里叫什么？哇，嫂子，你看这里两个谷子哦，这种谷子能不能要哦？不知道，那就先摘了再说哈。摘回去给他们看看能不能要，能要就要，不能要就不要哦。放里面。哥，你看那里有两个，这里哦。哪里啊？这里呢？哪里？哪里啊？这里。哇，就是，我看到的就是那个。哇，这种谷子应该能吃吧，嫂子。好多蚊子咬我。那边还有，哇，那边的可以，哇塞，这谷子可以的，这里还有，这么多，哇塞，还有一个，哇塞，原来你是躲在这种下面，这里还有一个，看，这种谷子绝对可以吃，先放里面收了。哇塞，这个真的是超级超级大，好多蚂蚁，这种三把菇吧，应该是先收了。哇塞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刚刚都想找不到就回去了。你脚边那么大个不要啊？哦，都是这种估计的。这种好哎，这种能吃。我不知道好。能吃，绝对能吃。哇塞，找到地方了，这里，哇塞，你看，哇，真的有姜哎！是啊，这种我们那里叫奶姜菌。哇，有姜，手上好多姜，收起来。这种我就知道能吃，那个大大的我就不知道好。我们拿去街上卖吧，这一点拿去街上卖。我跟你说，你把这一座山全部摘了，肯定好多。嗯，我全部摘哦，看到这么多谷子，得劲啊！你后面有下游？后面，嗯，后面等一下，先把这里的摘了先。这么多，这种谷子一长就一片一片的长。下面好多，我跟你讲，我看到下面还有好多好多。哇塞，你看这里面冒的全是姜。嗯。这种炒了吃好吃，哇，就可以这样炒啊？嗯，可以。来练有点。这里还有，哇，这里还有，你看，这里还有，都盖起来的。这个就长了几天了，再不来摘就烂了。真的还有好多。哇，真的是。还是要来这个地方摘哈，上面还有啊，我这里有，我先摘来我这里的。来，给你篮子，这一下子就快一篮了哎，你看。来，篮子给你，我专门提篮子。好热。再找到刚刚那一片这个框框就可以吗？这边都没了，出这么多，你看，能吃一顿了吗？嗯，可以的。
狗在找。好新鲜啊！三个那里一个小。哦，多练练，好多练。它这种长是不是一片一片的长？是啊，这种一般都是一片片的。我们那、啊、给你，它跟土一样的颜色。嗯，双胞胎先收了它，这里还有一个崽崽也收了，还不错哟。我今天就找了两种菇，这种应该是三把菇吧？我就找的那种有奶的那种。因为你们那边有这种菇是吗？嗯。啊，我能跟你说，我已经热的全身滚烫的那种，感觉随时都要爆发一样。我觉得现在来一杯冰冰的奶茶好爽。对，一杯冰冰的奶茶好爽。可以。哇，好大呀！这个不摘，明天就烂了。对。菇子就这样的好呢、嗯、好好这几个、嗯、再来这样七八个就满了。对，这一清一色的两种菇子哦、嗯、收获还可以。一开始想着还浪费油呢，跑到这里来就找了这么多，还行吧。哇塞，就是没晒浴缸。姐，你看好大一个，大，嗯，哦，你等一下，这个都干了，是、啊，这种是什么菇？有认识的朋友吗？这下面是这种，上面是这种，能吃吗？这种？收获了这样的满满一篮。呀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就一种菇子。到点哈，找了红眼鸽，哎，不是我来整菇，我来整菇才新一个。到点了。嗯，啥呀？我再来整菇才新一个蛮好。他说吃新鲜的很好。晒了也可以，吃新鲜的果都吃不完，吃得完吗？他说这种大的晒的，这种小的煮七餐嘛，这种就煮了吃。他说不知道哪家锅。嗯，不知道哪家锅。哎呀，